嗱喺度咧，不如我先介紹下你哋幾個嘅背景啊，咁讓大家聽嘅時間咧，佢更加清晰啦，係咪？好，嗱，咪喺大家好，可唔可以請李安啊，你分享下三聯係一個咩嘅出版社？講講歷史，又講下你喺當中扮演嘅角色，好嘛？讓大家都了解一下。OK。咁啱得咁巧啦嚇，我哋明年就其實係三聯成立70周年啦。咁我哋係1948年嘅時候係生活讀書新知三間書店合併喺香港合併，咁所以叫三聯書店嚇，括弧香港有限公司。因為大家都知道後嚟80年代咧，北京同上海又有復牌，即係又有個三聯，但係其實三聯初係香港開始先。咁啊，最近其實許鞍華導演咧都拍咗個《明月幾時有》，我都有去睇。咁裡面咧都有講到周濤奮先生係我哋創辦人。咁啊，當時係點樣同阿茅盾先生即係同嗰啲遊擊隊點樣去係啦運送安全離開香港嚇？因為當時啲日本人係揾呢啲文化人。咁啊，我覺得嗰段歷史都幾得意嘅嚇，好感人嘅，係啊係啊，好好睇，都滿喎。雖然係好少電戲院播，但係即係我睇個場都係爆嘅嚇。咁我覺得嗰班出版人係非常之有理想嘅一批，佢哋係抱住愛國，即係當時因為係抗日嘅時間，咁又介紹好多新思潮嚟中國。咁啊，係咁樣開始嘅。咁我其實喺呢度係好幸運，即係我係參與咗26年。咁啊，真係即係都見證咗好多代八代嘅總經理。咁啊，我由董秀玉開始到而家嚇，非常之覺得可以好幸運，因為見到好多嘢。你都係30零歲咁，你好細個出嚟做。多謝多謝。咁我哋嘅出版社其實係一個綜合類嘅出版社。我諗好多香港，即係你可能綜合類或者係即係教育類或者係大學即係學術類，但我哋係綜合性，其實都係一個文史方面嘅。咁到後期可能又再年輕啲，就做一啲漫畫又做嘅。咁可能係 non-fiction 嗰邊多啲嘅嚇，圖文書係做得比較多嘅嚇，即係大概係咁，一年可能出200-300種新書，係咪嚇親我哋啊？都話十百 OK， 多謝。OK， 好，阿 Mary 介紹下你哋嗰個嘅MCCM Recreation 啊嘛，喺當中覺得嘅歷史啊，同埋專做嘅咩書種咁樣喺度。好啊，多謝你啊，許生。咁其實咧我被邀請嚟講呢一個講座咧，講呢個題材咧，我哋都有啲意外嘅。咁尤其是即係我哋同台咧，就係即係大家同有機會同李安啊、三聯啊嗰度一齊有交流啦。咁其實相對嚟講咧，我哋係一間好細嘅即係出版社。咁亦都坊間咧都不斷講緊係獨立出版社咁。咁我哋啱啱咧上前幾日先同我啲同事喺度講。點解一定要獨立出版冠名叫獨立出版社咧？咁樣嚇，咁我哋都喺度即係喺度諗，喺外國咁就咁叫 small press 嘅啫。咁點解叫香港叫獨立出版社咧？咁咁你即係橫觀你我哋周邊咧就好多獨立出版社咧，其實大家咧係有一種嘅independent spirit 嚇。咁佢哋係希望有一種嘅自由，係出版佢哋自己想做嘅出版物。咁講翻我哋咧，就係我係MCCM Creations 咧，其實係2001年開始嘅。咁其實講翻成個即係其實我哋就比較係好年輕啦，如果相對其他啲大嘅出版社，今年就到年底咧，應該係17年㗎啦嚇。咁我自己嘅背景咧，就係我相信其實我自己嘅第一份工咧係做出版嘅，但係做雜誌嘅嚇。咁亦都可能係因為嗰陣好耐之前我哋
種了這種的種子。但是後期呢我們轉了做一個藝術的管理啦，在 Fringe Club 啊等等，及至到後期啊做廣告啦，咁啊都去到喺大陸啦做唔同嘅市場啊廣告啊等等，但係個心咧總係覺得好想翻翻嚟係做一啲自己好有感覺嘅事情嚇，咁變咗喺。即係做出版咧，其實係對我嚟講咧，就已經好似係喺我即係人生好多個階段啦。咁我而家咧就當時咧就嚟到一個階段，需要有第三個轉變嘅階段嘅時候咧，咁我就諗緊我想做乜嘢咧咁嚇。咁當時我諗緊做咩嘅時候，我自己亦都係對藝術啦同埋設計咧好即係好有感覺嘅。我自己對呢兩方面係其實從細咧就好有對呢兩方面有感覺，咁加上我自己讀英國文學啦，咁變咗咧就我咧諗緊啊有乜嘢嘅 area 咧，我可以將呢幾樣嘢咧係一齊 combine 而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出嚟咧，而咧仲即係睇翻我以前嘅背景咧，因為咧。我哋做嘅嘢咧，譬如話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即係而家有好多展覽啊、表演啊，甚至乎廣告咧，其實咧就係你做完一下子咧，你就冇噶啦，你好 short lived 嘅，即係嗰段你可以留得住嘅嘢好短嘅嚇。咁而做呢幾樣嘢咧，其實亦都個準備功夫係好多。咁你但係你一出嚟表現咗出嚟嘅時候，其實你講緊最多可能一個月，你就算一個表演項目咧，你最長咧係都係爭一個月嘅啫。展覽亦都係嚇，甚至乎廣告都可能係得一兩個月。但係咧，大家要俾落去嘅功夫係非常之多。咁當時我就諗，係咪應該做雜誌咧咁樣？咁但係雜誌咧就因為我一直咧都好中意雜誌嘅。因為雜誌咧，俾到空間都好大嘅，同埋嗰個 diversity 咧係好闊，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題材。咁即係有少少貪心啦，我自己有嚇。咁變咗我就覺得，咦，不如書啦，因為書咧，我當時就想話有一樣嘢係你可以即係比較 lasting， 嗰個持久性耐啲嘅，甚至乎咧。是你在十年之後我再看回自己做的事情，我們自己大家去做的事情，你都覺得啊都不是 很 dated， 不是很 outdated， 那你再拿出來看的時候，咦仍然都覺得是有味道的，讀起上來或者有味道，看上來也都有味道的。那我因為人的一生其實呢幾十年而已咁去到某個階段，我哋即係已經唔係好想做一啲咧太個短線嘅嘢嚇，咁所以就基於呢個理念咧，就開始咗我哋做書嚇。咁我哋開始做書嘅時候咧，我俾我停一停先嚇，因為 Mary 已經進入我哋第二個環節啦，係講緊我哋嘅出版心路歷程啦。唔好意思。咁所以咧，我稍後就繼續嚇。keep 住你啲火啊，冇停啊！嗱，咁就郭兄，你介紹下你本身又好有同你之間有啲少少唔同嘅。我就比較幸運嘅一個啦。咁因為喺出版業咧，我又從零售啦、發行啦，咁到近期咧就走到係一個出版嘅嗰個方向裏邊。咁喺個業界裏邊咧，由咁樣嘅轉變咧嘅人唔係太多咯。咁我係其中一個幸運兒，可以做到呢樣。你文化咧就以前咧，其實一個係一個合資嘅半台資嘅機構。咁而家咧，我哋呢近呢兩年咧就獨立咗出嚟。咁啊，好幸運就認識咗呢兩年咧就認識咗 Mary 啦。咁我從來咧就係感覺上香港嘅書咧就做得麻麻地嘅啫。感覺上咧只係一啲好似報紙咁樣做成嘅書。咁咧就自從接觸 Mary 嘅書，就發覺原來香港呢個出版係相當精彩嘅。遠遠比我的想像出版的刊物更加漂亮，尤其是我接觸了
Mary 以後咧，就有好多其他嘅一啲獨立出版人啦，佢哋而家所謂叫一人一出版公司啦。咁發覺佢哋出嘅書絕對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坊間咧出嘅流行讀物咁樣，佢哋係有啲有深度，設計咧好花心思，甚至無咧有一啲可能嘅出版人啦，佢可能花一年嘅時間或者兩年時間做出一本嘅書。咁呢啲係其他地區冇嘅。同埋咧，其他地區出版嘅刊物咧，大部分都係面對市場，好譬如台灣出版社啦，大部分大嘅出版社咧都係有好商品化嘅。而香港咧能夠做得咁精緻嘅出版咧，就欠缺咗一個地方，就係一個可以講話一個發行通路。咁所以我哋咧就近呢幾年咧就接咗佢好多呢啲咁嘅獨立出版社的工作去做，無論咧佢哋嘅製作，我哋點解會走去出版咧？因為幫佢哋製作得太多書啦。佢哋咧一個人咧，可能咧連咧個出版寫書 OK 嘅，但係咧佢哋能夠揾印刷廠啊、揾編輯啊、排版啊，咁佢哋都未必有咁嘅經濟能力。咁我哋咧就係從輔助佢哋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咧有時有可能幫佢策劃埋本書啊，揾埋編輯去做啊，咁係半。即係可以講話半代工性質，慢慢我哋覺得從咗代工之後，我哋可能會出版一啲我哋自己公司嘅品牌啦。咁我哋又開始摸索緊，準備做緊呢啲咁嘅好傻瓜嘅事嚇。好多謝哥話。嗱，我想講翻下咧，就今日大家喺在當中咧，點解會嚟到呢度咧？我想俾個題目吸引嘅，係嘛？我哋講係優質出版如何煉成。啱啱剛才兩位三位咧都。掂嗰啲位置噶啦，即係出版咧，原來我自己睇啊，係一個綜合藝術嚟嘅。啊，你講出版啊，啱啱郭華興都講緊係咪？分鐘我好想出書，但係唔知道門路喎。我有啲嘅意念，我點去用更加好嘅方法去表達咧？咁呢啲就往往係啲出版人所扮演嘅角色。第一佢能夠係去斷證啊，知道你本身你嘅特色喺邊度。啊，第二咧更加知道咧你本身嗰個嘅要點啊？係一啲嘅死穴啊！有時候有啲出係啲作者咧，本身咧佢係好有嘅心思，好有意念，但係好平面嘅。但係出版人往往個角色咧就會梗係有啲經驗啦，係咪？又加上自己一啲嘅修為啦。咁一埋嚟睇啲稿咧，啊，往往咧馬上知道你係龍與鳳，有啲馬上捉住唔放嘅，有啲就你翻屋企再諗下啦，再寫下啦咁。我自己本身出版人啦，係嘛？有成三十幾年嘅一個出版社嘅經驗。咁咧就我曾經試過兩個例子，一個例子咧就啲稿交嚟，咁之後咧一睇，我話有啲問題喎，係唔得全面喎，你點提點得唔準喎，以至咧我要求佢翻去重寫。居然呢個咁嘅作者係好謙卑地咧係八稿啊，嚇寫完俾我睇之後，我又點佢，又翻又寫，改八個稿，然之後最後就我話都差唔多啦，再去嘅時候咧唔知咩出版。咁住再出嚟，咁結果咧四版嚇，點解咧？我哋用我哋嘅思維去同佢溝通啊嘛。咁但係練嘅過程裏邊咧，佢個作者本身咧就真係要好啊謙卑，亦都知道自己嘅不足。一講嘅時候，佢我明，翻又執又改，係嘛？嗱，呢啲我少少嘅例子啊。但係我哋在座幾位嘅出版人咧，我相信佢哋咧都有一啲好獨特嘅例子，係嘛？喂，阿 Ann， 請你。講一兩個例子，啊，即係睇個過程當中你嗰個嘅經歷啊，點解做出呢個書咧？包括咗今次我哋呢個講座嘅特色係咩咧？係我哋嘅香港出版總會啊，去辦咗一個特別香港啊出版雙年獎一個咁嘅項目。咁然之後好多優質嘅出版物我哋見到啦。咁呢個令人感動嘅地方咧，今時今日啊，好似賣書嗰只咁困難嘅地方，點解仲有一班咁嘅人咁肯？嚟去製作，好認真製作喎，唔係講笑喎。包括裏邊我一講啊個書咧，我睇嘅時間咧，我係滴出淚光嘅。啊，咁請阿 N 我哋分享下你哋嗰啲嘅出品嘅範疇啊嘛。我覺得個題目咧，即係唔敢當，即係分享少少經驗，因為我哋都係我哋嘅努力目標嚟嘅，但係就真係唔敢講話本本書都話自己好優質嚇，因為我哋真係即係你作為一個行業一個產業，其實你有個經營嘅壓力嘅，咁你亦都唔可能
即係兩年出一本或者一年出一本嚇，即係呢個就偶一為之就可以，但係都要真係作者嘅配合咯嚇。佢哋有時又好心急嘅，或者佢唔一定覺得自己有不足。你係好幸運，即係我覺得係有時我哋嘅價值係體現於作者嘅反應嘅。如果佢掰你咧，大家互相好似打乒乓波，你嚟我往咧，係將件事提高，成件事就好美麗。但係有時唔係嘅，佢。可能他很有名氣，很有自信，那你只能夠盡可能是在有限的情況下幫他執少少呢就要出去了，即其實都是很可悲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因為時間壓力，即是經營壓力。但如果你說我們怎樣可以做好一本書呢， 我覺得我們有少少策略的可能可以參考的。咁一咧就係、是、真係可能特別我見到一啲年輕嘅編輯喺度啦嚇，即係或者係我哋嘅同業可以交流一下，即係可能先要諗一諗你嗰個定位先嘅，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朋友啦嚇，真係去做一本書之前，可能都會喺同類書稍微睇睇，咁再決定係咪做呢本書咧，即係我覺得係重要嘅。呢件事係幫到你可以再確立你嗰個位置。咁當然啦，我哋希望我哋嘅定位係比較清晰，或者係別人冇重複嘅。因為真係資源係好有限，個市場已經好窄，你再去做啲雷同嘅嘢咧，其實就有啲可惜。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能係一個即係思考嘅一個方向。好多時係無論係。就算是同類書都有，譬如舉個例子，成語故事咁先算。咁但係你點樣做呢，其實都係可以有做出唔同嘅嘢出嚟。我嗰陣時唔知聽邊個朋友都係出版界嘅，即係佢就話：一你就係做啲冇人做過嘢，即係你填補空白；二你就係做得比人好，咁又有個價值啦，所謂嚇。咁呢個其實係供我哋好嚴重嘅思考，即係你其實我哋嘅。個價值，出版的價值在哪裡。第二呢就是我覺得是做一個好的配對咯。剛才其實 Mary 說她已經是很幸運了，因為即她的識見加上她的審美其實是不是很多人有即審美這件事，看她們出的書就知道了。其實是還有她有一個我想是即她讀 Englit 她英文的世界呢其實是另一件事，可能中文的未必是明白讀者的需要，或者他們的品味，他們的興趣點，你就起碼這一方面，其實編輯都是有這個問題。如果你要考慮一下自己哪一個強項，是哪一方面的題目你是有興趣有心得，然後去做什麼配對呢，就是都是那幾個環節，就是作者的配對，還有呢設計啦、製作啦，即係我覺得係做一本書咧，其實陣間再舉一個例啦嚇，即係可能係要即係呢幾方面嘅考慮，加埋一個即係編輯佢自己有自己嘅想法，咁先至可能有機會做到一部好書。即係你其實是但一個缺咗都冇可能。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少少心得啦，即係我哋都係覺得。都是前人教我們的，就是我們經營書呢 就不是單止就是做一本書咯。通常你做好一本書，假設你是反應很好，都市場有受落，即最好就叫好叫座啦哈。那的時候其實你怎樣去擴闊你的版圖呢，你由一本書做一個版塊出來，過去真的有這樣的成功例子的，即由一本書成功了，跟著它好像生仔一樣，即細胞分裂就是做了一個系列。你想想全世界那麼多，無論 DK 也好，即其實很多大的出版社它一條橋就可以 apply 很多，然後成了一個板塊，是即一個出版的陣營。我覺得這個呢都是對我們一個鼓勵，即如果你做得好，其實是那個收穫 是不得了，不是只是一本書。那我即這裡即係唔好意思嚇，即係要講少少我覺得呢幾本我哋仲有紫禁城一百，因為賣曬，外容又賣曬，所以我冇攞到嚟。咁其實呢啲咧都係我覺得係
個無論係機構又好，或者作者、設計、編輯各樣，都係都係一定嘅水平嘅，所以佢哋合作出嚟嗰個樣就會，因為知道呢個係太古集團，佢俾咗幾年時間，呢個咧就係曉蕾，其實都係個好資深嘅作者，亦都係記者，咁佢都追蹤呢個生死問題都唔係第一本啦，即係死在香港嗰個反響都好大嘅。咁佢出咗呢三個係即係有選擇怎照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由 paper 改成嘅。咁其實都唔容易嘅。點樣由花園街可以睇到咁多嘢？同埋佢要好多 layer 嘅。如果細睇啦嚇，即係佢用啲剖視圖啊、drawing 啊、口述史啊，因為佢媽媽就喺花園街嗰度做嘢嘅。咁佢自己係 poly 嘅教授，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得意嘅一個文化景觀嘅，你因為每日都有嘢要拆又要開啊，咁你成個川流不息，咁係點樣？我覺得本身佢個質地咧就係已經比較好噶啦，所以就容易啊。但係呢個咧就我覺得我哋出嘅力咧就會多少少，因為當時咧就係食咗餐飯嘅啫，就係同阿寶珠姐咁咧就知佢70歲，今年1月1號，今年嚇。咁我哋就覺得佢值得係做本書。過去咧就都有做過唔少本噶啦，即係我諗起碼都有幾本。其中似文化堂嗰個係反響係最好嘅，因為好多相好靚嘅，咁佢又有少少文字。咁我哋梗係希望做一個超越前人噶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係呢個工程係幾大下嘅。我記得嗰日其實係以為只可以5個人上台，咁就。結果6個上去啦，就漏咗啲嘅，真係好慘。佢坐喺度冇得上嚇。咁我哋係用一個咩嘅方向咧？咁因為呢、這個結果做咗出嚟，最初咧就覺得寶珠姐一定要做翻一個比較詳盡嘅口述史。咁而識佢嘅一啲人，譬如七公主又好，同佢合作過嘅嘅人啦，即係譬如話我都唔記得有幾多，應該有10多個。咁其實係做咗個口述嘅呢一本。咁當時其實要我哋個口述嘅訪問嘅團隊咧，都有成7-8個人嘅嚇、啊。即係除咗阿鄭正行，咁又有阿陳善之、阿汪姐，即係又有阿當時阿千文化堂即係編嗰本書嘅主編嚇、啊，好多人係一齊去問，其實都要做好多 research 嘅。咁然之後又要問佢身邊啲人都要做 research 嘅，咁呢本咧就即係我 call 阿小詩老師嘅説話啦，就係佢覺得係應該係有史來係最完整嘅，因為佢值得做嘅意思就係一個好傳奇嘅人，即係佢其實係細細個出嚟做童星啦，就係學北派係京劇嘅，咁但係咧京劇冇幾耐就式微啦，咁佢就轉咗去粵語片喎，咁又做玉女喎，即係由一個扮男裝，跟住又做玉女，又可以又反串古裝。咁其實佢係由古今男女，其實好多都可以。仲有咧就係佢好似25歲就適應喎，跟住40多歲又翻咗出嚟，即係其實中間係斷咗嘅。但係佢每次出嚟咧都係好受歡迎，同埋佢後嚟又轉粵劇咧，就我唔知道在座有冇睇，佢真係睇到佢努力係越做越好啊，同埋佢。本嚟係邀請佢嚟即係接受個獎嘅，佢就話我即係佢就係做一件事嘅啫，佢應承咗做碟影紅嚟寄，佢就唔接其他嘢噶啦，所以佢連即係領個獎佢都覺得係分心嘅，即係一個專注到咁樣嘅人，咁所以睇到佢嘅努力同埋成功咯，所以呢件有一件，跟住阿鄭正行咧就梳理咗好多過去寫咁多年嚟寫佢嘅。影評、藝評嘅人，係包括佢由電影啊到舞台啊，到即係粵劇啊，即係又反串啊，成即係好多嘅文章，咁又有新寫又有舊寫，即係呢件都係一個工程嚟嘅，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大半年到嘅時間，咁然之後咧又有啲戲迷幫手，加上咧寶珠姐都好緊張呢本書，我記得我哋係成間房都係資料啊，即係係精選咗，咁又覺得應該用一個。好似上寶咁樣嚟珍藏，因為裡面就係佢啲相啦。咁其實呢個原理咧，啊仲有係仲文又做我哋嘅 art director， 即係所以呢個好似一個寶盒咁樣咧，就藏咗，即係好似係一個首飾盒咁樣，紫色又係佢
即我想講咧，就係好多人參與嘅呢件事，而由零開始到出嚟，咁樣，咁我覺得我哋即係好開心可以促成到呢件事咯。多謝 Anna 啦，一個出版人嘅心態，大家見到係有層次嚇，有同埋係呢個層次咧係有快嘅快拍、慢拍嚇，要忍耐。等候種子萌芽生長收成，而同樣地咧喺裏邊係有催促。我知道裏邊就係有時有啲嘅情況咧，有啲人應承咗噶嘛，有甩底噶嘛，係好多啲嘅情況嘅。有時做出版真係我就會體會到啲咁嘅難處，同埋仲要係咁短時間精裝。嗱，一般咁嘅製作咧，冇一年唔肯製嘅。製作。要講下個印廠，因為印廠的老闆是他的米嚟嘅，所以米亞的老闆魏生，我都嗰陣時係佢領獎都有一起上台。佢其實呢個盒咧係改了很多次嘅，第一次是嚇死我哋嘅，但係改了很多，同埋佢俾咗好多意見，即係我哋都係唔夠經驗啊，個設計師做到而家咁妥帖咧。係啊，寶珠真係好開心，同埋我哋有兩個版本，這個係紙啊，我做個係布嘅。有簽名本，咁嗰個就已經應該係冇噶啦嚇，咁而家就係仲翻少少嘅紙本。係嗱，一個出版人所諗嘅嘢，一個製作咧，第一唔會一蹴而就，第二咧係有層次分明地去個過程。一套咁嘅書咧，成嘔血嘅，真係嘔血嘅，啊，即係嘔咗唔知係咪？有時我做出版人咧，表面咧就風光嘅時候會出現。啊！即係暗地垂淚嗰啲先冇人知噶嘛，係咪？啊，真係嘅。我就啱講嘅例子係兩個，一個就係好 humble 謙卑地咧，係接受提醒，佢句改。另一個例子我未講咩咧？一個係有名嘅有名氣嘅人，係國民政府嘅一個相當嘅背景人，佢要寫嗰段歷史。佢交稿嚟之後咧，就要求我係佢係一字不改。嗱，呢個我一聽就覺得有問題啊！甚至乎我睇一睇佢個裏邊咧，係的確好多好特別嘅嘢。但係佢不改咩改咧？喂，佢真嗱，我自己人閂埋門啊嘛，我先講。喂，佢寫共匪喎，唔改喎，攞嚟搞啦，係咪？即係對唔住啦。佢先落咗$1,000，佢係咁開始先，係講緊成廿年前嘅事。我最後我第一退稿，第二退錢。唔要唔係抽我收佢錢㗎，分咗我同佢傾咗偈啊嘛。點解咧？啲咁嘅人咧？佢唔尊重我哋出版，係咪？我從未見過一份稿係寫好曬之後，佢話 100% 唔使睇啦，我馬上退稿，唔使睇，唔使講。即係呢啲係第一冇經驗，第二係佢自我為中心。咁呢啲作者同佢合作咧，遲早死，真係㗎。多謝佢，多謝佢。oh, Mary， 講講你哋呢啲製作，我相信同樣地咧有相當嘅感受嘅。特別我見到好多嘢咧，喂，係冇人係咁做嘅喎，你係咁做，係好似唔即係不食人間煙火啊！啱啱後邊俾佢大集團啊嘛，咁你又係獨資啊嘛，咁你點可以咁做出嚟咧？我諗我哋好幸運啊，好幸運，因為每個同我哋一齊做嘢嘅作者咧，甚至乎係設計師啦。印刷的公司啦，甚至乎是有一些我們叫 production house 專門做分析的，甚至乎好像坐我們旁邊的 Alex 啦，還幫我們做一些發行啊，一些 marketing 等等，都是很支持我們做的東西的。好像剛才李安說，其實一本書呢後面呢那個整團人是很多的，在一本書的整個構思去到製作去到這個distribution marketing distribution 其實是一個很多的步驟和過程來的，而在對我來說呢，就是前半部呢在很多東西上面都可以掌握得到的，當你慢慢做的時候呢就可以慢慢掌握的，但是呢在後面的過程呢就是很多波濤洶湧都很重要的，就是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有很多未知數 是在我們掌握不到的範圍的，即我們範圍很難掌握，即做了十幾年我發覺這一部分是最難的。當然呢
咁難做，點解仲可以繼續呢？我諗係前面嗰部分咧，係俾到我哋嘅係好大好大嘅支持，同埋喺精神上嘅一個支持同鼓勵嘅。咁我哋每我哋其實咧就我哋一開始做嘅時候咧，係做一啲嘅英文書嘅，即係以英語為主嘅。咁係後期咧，我哋先至開始咧係做一啲嘅中英文，係 bilingual 係雙語。咁我哋大部分嘅作者咧，其實我哋一開始即係佢哋嚟接觸我哋嘅時候咧，我哋都講緊就係唔急得嘅即係好多時咧，就係佢哋係等我哋去做件事出嚟嘅。咁但係亦都佢哋都好多謝，即係好好感激佢哋咧。大部分咧都係好好尊重，大家都係以一個尊重嚇欣賞同埋尊重嗰個關係咧去做一件事嘅。咁舉啲例子啊，好嘛？阿 Mary， 有啲書你在走過程裏邊一啲深嘅印象嗰啲啊。我先舉有幾本我哋係比較早期少少嘅書啦。咁呢本書咧就係一本嘅叫做 Urban Design 啊，係一個喺香港喺外籍人士嚟嘅，佢英國人嚟嘅。但係佢喺香港都成四十年啦。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個作者咧，有一部分嘅作者咧都係喺香港咧做嘢好耐噶啦，咁所以同埋佢哋嘅背景咧，都係一啲嘅建築師啊，或者係啲城市設計師啊。咁呢本書咧，其實我哋有兩個封面嘅嚇。咁佢交稿嚟嘅時候咧，係全英文嘅，係全英文，而且咧全英文，而且咧其實佢嘅英文咧都唔容易，就算一個即係佢英文即係都睇英文嘅人咧，因為佢英文本身係有加咗好多專業嘅名詞啦嚇。咁但係我又覺得，譬如佢以一個即係城市規劃師一個咁嘅背景嘅人，經過即係做咗成三十幾年嘢出嘅一本書，呢個係講香港嘅街道同空間嘅。咁佢今年都六十幾歲，即係佢做呢本書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將佢所有對佢嘅經驗同埋嗰個專業咧嘅一啲嘅體會啊 insight 咧就放咗落嚟嘅嚇。咁而佢自己咧所有嘅畫都係佢自己畫嘅。咁佢當時交嚟咧就係全英文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咦呢、這個題材咧係根本係講緊香港亦都我好相信咧，係會好多人有興趣。咁用一個咁樣嘅 urban design 嘅角度去講，咁所以我當時咧就揾咗一個嘅翻譯，翻譯師。其實佢就響佢而家係澳門教嘅，教 linguistics 嘅。咁佢嘅翻譯咧個功夫係非常好。佢唔止佢應該話佢唔止係一個翻譯人嚟嘅。佢係一個 recreator 嚇，因為咧，我哋喺個翻譯嘅層面咧，就唔係話將佢直譯嘅。我當時嘅 brief 咧，我就話我想將佢咧嗰個我哋叫個 gist 咧嚇，佢個心好似個 summary 咁樣，佢將佢攞出嚟嘅嚇。咁而我自己覺得咧，中文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嘅文字，因為咧，如果你睇周即係全世界唔係好多嘅呢個語文咧，唔係好多個文字咧可以打直排嘅。咁我自己亦都本身好中意係打直排嘅中文嚇，成個讀書嘅感覺咧，睇書嘅感覺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當時咧就話啊，不如咧。即係我哋將佢咧係打直排啦，同埋咧我哋喺個翻譯上面咧，我哋唔想咁亂盡嘅嚇。係即係我哋叫 short and crispy 咧，唔好意思，我有啲又中又英嚇。咁即係好似我哋做緊啲書咁樣。咁你亦都見到咧呢本書咧，我哋用咗兩種嘅紙去做，因為咧其實呢位。呢位設計師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大學咧做一啲，佢係做 guest speaker 嘅，咁變咗
響佢有成八嘅 chapters， 都幾長嘅嚇。咁我哋當時咧就同佢講，我話啊，你可唔可以寫翻少少一啲短翻少少嘅嘢咧？短翻少少，我哋可以穿插喺一啲唔係文章裏頭嘅段落咧。咁等個讀者睇起上嚟咧，係會即係有我哋想 create 翻一個 rhythm 啊。在一本書裏頭咧，即係 create 翻一個有個韻律啦嚇。咁所以咧就呢本書係我哋其中一本最早期做嘅書，亦都我哋做得幾開心嘅書嚇。我想打斷下 ，Mary 嗱，你起碼我哋做出版啊，一定有假設對象噶嘛。究竟你覺得邊啲人會睇呢本書？嗱，我哋呢本書咧就肯定係行內嘅人。人會係比較多啲嘅嚇，行內嘅讀者即係包括即係啲建築啊、建築設計啊咁，即係可以講咧就話我哋都做好多嘢咧，都係有一班行內嘅人係會睇嘅嚇。咁但係及至到後嚟咧，我哋就當呢本書咧出咗去個 bookstore 嘅時候咧，或者係喺個市場上人哋知道有呢本書啦，我哋發覺原來有啲讀social science 啊，或者 sociology 啊，或者係對我哋嘅周邊環境咧。是我們的城市環境有興趣的人呢，他都會有興趣看這本書。你不介意講講印數去了多少第一版？這本哦，我不介意，因為這本呢我們一開始的時候都是其實我們是很少量的，那我們一開始都是做1500本的 okay. 但這個其實已經是第二版來的了 okay. 那我們很多東西都是拉長來做，即可能別人的第二版可能是會是有些是在一年兩年間就會有第二版啦，甚至乎可能不夠兩一年就有第二版，但係咧我哋係要五六年才有第二版嘅嚇。咁好似另外呢本書亦都係一樣啦，《老爹媽私廚》亦都係我哋比較早少少嘅一啲嘅出版物嚟嘅。咁我哋做呢本書嘅時候咧，就亦都係好有趣嘅成個過程，因為呢本書嘅稿咧。嚇，同埋嘅圖片咧，佢哋其實就係個發起人係梁以湖，梁以湖係一位 artist 嚟嘅嚇。咁咁佢嘅成個背景咧，做發起做呢一個概念嘅成個背景咧，亦都係一個好 touching， 好令到人哋好唔做唔得嘅嘅一本書嚟嘅嚇。呢本書咧其實係講咗好多成30多40個嘅故事，40多個老人家佢哋喺屋企用食物，即係佢哋嘅食物嘅故事，同埋佢哋嘅自己喺嚟到香港嘅時候那個人生故事嚟嘅嚇，咁即係結合咗佢哋喺嚟香港同埋喺同食物同佢哋嘅家人嗰個關係嘅故事嚟嘅。咁當然入邊咧，除咗故仔就有 recipe 啦，即係有菜譜啦嚇。咁呢本書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就喺牛頭角嘅下村即係。嘅中心咧，奇英中心嚇開始嘅成個諗法。咁佢哋其實喺出邊咧，即係已經係做咗7-8年嘅，成件事係做咗7-8年嘅。咁而本書本身咧，佢已經係有一個中文嘅編，有個編輯嘅添。但係就亦都喺出邊做咗好耐，而個設計亦都喺出邊做咗好幾次。咁嚟到我哋呢處嘅時候咧。咁我哋重新做過嘅，我哋係整個版面，整個版面係啦，整個版面甚至乎其實中英文嘅 edited 嘅編輯咧，我哋重新做過嘅，相片都是我哋都要求其實要求呢位攝影師咧，我哋都有問佢嘅。呢位攝影師其實是一個德國人，喺香港住嘅嚇 ，Michael Wolf 啦嚇。咁我哋都會問，我哋睇完曬，即係原先係得係呢啲相嘅啫。
即係係啲 portrait 嚟嘅，純粹係所有啲 portrait 冇啲其他相嘅。咁我哋一開始接到嘅時候，我哋就話啊，會唔會阿 Michael 因為佢都係叫大師啦嚇。咁我話同阿 Michael 講，我話你介唔介意再去影多輪啊嚇？因為大師尤其是德國人咧，哇咁我。我哋咁樣嘅要求唔知佢反應點噶嘛？咁佢我好開心，佢話好啊，我再去。佢話我中意影老人家嘅嚇，因為原來佢由細個嘅時候咧就同佢媽媽嫲嫲咧住嚇，所以佢對老人家有一個好好嘅感覺嘅。咁我係啊，我話我呢本覺得呢本書好似係爭緊啲感覺喎嚇，個個都咁樣就咁企喺樹，似一本攝影書多過一本真係有味道書。我哋多謝阿 Mary 咧，嗱我哋咁傾話嘅時候，你睇到一個嘅出版人咧嗰種嘅感情嘅投入，其實我覺得你係似藝術家多啲喎，真係好專注地做一樣嘢，真係咁做法。喂，我又問一問啊郭華興啦，啊 Alex 啊，嗱你本身從事即係幾方面嘅角色啊？嗱有咁嘅書種嚟到啦。咁你哋點去處理啲相關問題咧？以至當發行之後咧，都想你想自己搞出版啊嘛。我咧就接觸一啲嘅咧獨立出版人咧，就感覺同一啲大公司唔同，佢哋咧就會有好多嘅資源啦。假設咧要策劃本書咧，就可能咧又經過好多嘅程序啊，或者咧甚至目咧有好多人嘅幫手。咁喺獨立出版人嘅資源咧，就真係相當有限嘅。咁我哋嘅選材咧，只能夠就佢自己嘅即係個特性啊，去做一啲書。嗱，原創嘅書有啲人寫小説啊，或者寫嘅作品，一般咧就可能會拜託大出版社去出版。咁就另一個方面咧，佢哋冇咁多資源啦，話可能佢攞翻出嚟，譬如佢原創一本小説啊，或者散文啊嗰類咧，可能佢分得個版税都好少嘅。所以他們會考慮有其他方向，一般就做書有幾個方向，除了你買版權和出書之外，還有一些復刻版。這個就我帶了三類不同的復刻版的書，這是傳統大的出版社做的。如果你考慮走這個方向的時候，一本這樣的書純粹你從一個市場的方面，大的出版社去資源多，他可能咧就話將佢再重印呢個咧，考慮嘅有冇個市場效果，然之後咧就會做呢啲，成本會比較低嚇。但係如果一個獨立出版人咧，如果走呢個方向咧，佢會考慮一個問題啦。咁佢嗰個選材買呢個版權嘅時候咧，佢唔係有呢一個咁實力去買翻嚟，或者佢揾啲舊書嘅時候，個版權嘅限制會好多。咁佢哋會咧？就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做了。這一本呢就是另一本的書，這個作者呢就其實已經過身了。大家如果熟悉的呢，這個叫關新夢啦，如果呢是邱世文沒人認識的那呢，作者呢英國的編輯的很用功，因為兩本書呢，其實呢這本書呢曾經呢就出過兩個版本，最早期的版本呢就是博弈版，跟著就清文版，其實前面那兩個都賣得不好的，後期他出了這本書比之前兩個作品更加厚的，作者用了一年的編輯，用了一年的時間去圖書館收集資料，做很多的搜集的功夫。你見那本書的厚度比其他書大很多的，比原書更加大的，他的目的就是想看這本書的人可能雖然說隔了30年了，現在的80後可能基本上90後都不懂得邱世文是誰，他就會做一大大的導讀，令到讀者能夠理解到進入到邱世文的時代，看到他的作品。你又看到原來一些獨立出版人只有用功去做好一本書，其實有市場 的空間的，只不過就說他資源沒那麼多，我哋咧就係而家係幫佢哋手去做一啲咁嘅事情。嗱，呢一本咧同樣咧個復刻版嘅書嚟嘅，嚇。咁大嘅出版社可以做到，編輯可以花好多時間。嗱，呢本書有個特色就話同一般復刻版唔同嘅，編輯咧就係用咗大量嘅搜集功夫。佢講每一個編方，佢自己係真係實驗過，然之後就註釋寫咗喺度。咁所以你見咧，同樣一個復刻版嘅書個價值咧就係好唔同啦。
嚇。你話呢個走去鼠場個方向係好方便，因為已經既有或者有啲考慮過，有啲做研究啊，作者去做一啲嘅書，一定有賣點。呢一個咧，出版社咧就放好多資源。其實大出版社咧都會擔心，喂賣唔賣得？因為佢好花時間。我記得編輯做咗半年呢本書，每個編方佢真係用過。甚至佢裏邊講啲蛋啊，佢又煮過啊，講俾你聽唔得嘅喎。嚇，講俾你聽咧，原來咧如果佢咧冚親個頭用啲嗰啲麻敷咧係做咧唔得嘅喎，講俾你聽係唔止得到。所以呢個係好科學性嘅書。另一啲咧就係、是、你見咧啊，作者好花時間，呢、這個咧刪咗兩年嘅時間寫成一本書，佢個題材係比較窄，佢選材啊其他嘅資料咧係維基創意裏邊嘅一個題目，佢能夠咧花咗兩年嘅時間去做成一本書，呢係獨立出版人咧所做嘅。大出版社如果你揾個編輯做兩年嘅時間，唔該佢翻屋企啦嚇，一定咧老闆唔會喜歡。這個的作品，所以你說我們做書要令到一些讀者感動的書呢，是要花很多時間，如果大公司可能背了很多的經濟的包袱，未必能夠做到這個效果。郭華兄剛剛他提的時間，就是說這本書究竟是什麼來的呢？我剛剛之前的時候就跟他談過，看過例如這本是香港指南，裏面全部係好 detail 地講係咩咧？所有譬如搭車去邊度，幾長時間，買幾多錢，冚唪唥好仔細嘅啲廣告啊等等，呢本咁嘅書話。我有一班朋友而家做緊係香港嘅收藏家協會嘅朋友咧，啲書啱曬佢。佢對比之後咧就做好多研究啊嚇。咁呢本書又都係復刻版咧，有咩特別咧？呢本書本身咧就係好 detail 地每講一樣嘢咧有故仔嘅，講翻個故仔嘅背後嘅啲故事，咁就係更加係深入淺出嚟提到個問題所在。咁呢兩本書我睇就，我兩本書都要買，兩本都啱睇，係嘛？即係嗰個情況咧，就係點樣能夠將一本書嚟去，甚至乎幾個機會啊，將佢兩本書點複合咗佢，係嘛？咁就會更加會有完備啊，係嘛？嗱，其實我哋好多例子喺度啊，或者 Annual 喂咁啦。台下有啲好多嘅一啲人，我想聽咁多咧，有冇人啲問題啊？或者提出你自己個嘅意見，可以俾我哋啲回應有冇咧？有少少回應。好，請。因為我有真係不吐不快，因為我覺得係有時我哋用嘅心唔應該分係獨立同埋大出版社咯嚇。我真係咁諗，因為我覺得好多時，譬如你話小蕭老師去做個文化送星度，佢係十年以上嘅時間咁。真係我哋都一定係支持佢，係啊，因為佢都付出咁多，我哋唔會話呢個係咩嚟嘅，或者個市場賣成點嚇。咁同埋我好 agree 咧，就係我係好認同啊郭星嘅譬如話對一啲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現代嘅出版人，你點樣係賦予佢一個價值，係一個。即係新加的一個價值，當然就咁復刻是一個方法，但係可能如果你話體現到個出版人的價值咧，就即係譬如邱慎文先生呢啲咁樣嘅作品咧，佢就可以將當個年代或者同而家嘅唔係好了解邱生嘅一個年輕一代咧，可以接軌嚇。咁呢個要做好多好細緻嘅工作嘅，即係點樣去令到人明白。其實三聯我可以講，我哋都做好多呢啲譬如話邱光健先生，我嗰本書其實都係一棚人，即係一啲電影人，好似羅卡先生，即係佢哋係要選，又要注，又要導讀，又要講佢生平，即係其實嗰本書出咗係個反響都大，即係好奇怪，係台灣嘅反響仲大過香港，因為我哋都去過台灣交流，即係我想講嘅咧就係話。一嚟我希望我哋唔係分做啊，係咁，即係另外一方面就係你用心做嘅一本書咧，其實讀者係 feel 到嘅，即係佢覺得哇，你嗰種細緻嚇。不過我真係冇攞嚟，係嗰本書到斷市啦，又即係我哋又冇諗到會賣得咁好嚇。咁所以我係好 agree 咁樣先至體現，同埋即係我頭先講咧，一路聽 Mary 講，我都諗我哋其實我哋出版部都應該要。
搞個 MCCM 嘅研討，因為我係好中意佢哋啲書噶，即係佢哋嘅 taste 啊，佢哋嘅 presentation 同埋嗰個特色啊，即係我覺得佢係捉得好好嘅。咁呢個都即係好好高興，即係香港有一個咁樣，雖然話規模細細地，千祈冇咁諗。即係我覺得一本書攞出嚟就知道你嗰、那個即係個功力，我覺得係咁。其實阿 Anne 已經帶咗去第三個嘅環節啦。做出版人面對啲問題嘅時間咧，一個情況我哋要面對市場，係嘛？即係呢個係無可厚非嘅，係嘛？你食飯噶嘛？呢班人係咪？咁但係第二咧就是個理想，第三咧使命啦。啱啱講緊有使命，即係你即係出版人，如果出本書出嚟之後咧，你覺得唔湯唔水咧，你銀心銀肺嘅，不如快燒咗佢，有咩浪費咧？又唔環保啦，係咪？咁即係快劈咗佢又唔得啦，係咪？即係好多矛盾嘅，所以作為一個出版人咧，做個過程俾練一本書，話用練咧，我覺得好似唔單止啱啊，而係當中過程裏邊咧，根本係好似有啲婦女嚇，喂，即係生 B B 嘅，係孕育嘅，有啲嚟講唔係十月懷胎喎，一分鐘36個月啊，啲唔係 K 型啊，但真係咁嚟孕出嚟咧。是每一刻都是心血。讀者來說，有時真的，我們當中有讀者，是不是？都有些未來作家，是不是？買本書，喂，幾十元，百多元，全部超值的，全部超值的。你想想，你反過來，我給你百多元，麻煩你跟我搞相當的事情，我真的不值。沒有這麼深的時間，怎麼做這件事呢？這個就是做出版裏面的過程，不論你是作者、出版人或甚至發行商都好，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東西，其實當真是自己的生命裏面一部分，子女來的，這樣才能夠造成那個效果出來。我希望大家認同。 OK， 我想即會入這個環節，但是有沒有一些問題先或者回應？我看看裡面青姐，你已經出聲了，已經忍不住你，喂，說有誰有哪位真的說兩句，嘉俊英遞麥埋就可以了。首先多謝許社長和幾位講者，因為我是或者我想說，因為我是以出版商人獎的主席財委會的身份講，所以首先多謝這麼多位。另外就我自己覺得的心願是這樣，我想雙年獎或這個獎項呢，其實我覺得希望真的可以大家去思考，即係好出版物的標準。咁出版呢個題目其實都好急做出嚟啦。咁其實如何練成，其實就係話你想練乜嘢？咁嗰個標準究竟係點樣？咁我覺得如果年獎係可以，第一就係話令到出版自己嘅行家可以更了解自己香港嘅出版物。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心願。咁所以我哋喺初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邀請所有參加嘅出版社，派一個資深的代表，我們甚至說我希望是總編輯去評分他自己出版的版塊那個類型的書。背後我們就覺得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就是更專業，因為所有的獎項都是可能找一些學者專家或者讀者去評，但我們覺得如果出版的專業獎應該是出版人自己評，理論上他應該最熟悉那個類型的書。這是第一個初衷，咁出咗嚟個效果，我相信係更加有認受性。其實第二個隱藏咗後邊嘅想法就係，我哋希望我哋嘅出版人出嗰類嘅書，趕快睇一睇其他行家嘅書。咁呢個係另一個心願。咁嘅過程裏邊其實係互相得益。咁我覺得呢一點裏邊咧係堅持嚟嘅。咁因為我哋只要能夠了解到自己喺邊度，同埋人哋同類嘅書係點樣，我覺得先至可以有進步。咁圖書咧唔係教科書咧，一般 trade book 佢唔會取代性，即係佢只係互相幫助，即係除非即係佢可能對一個題目有興趣嘅讀者，佢睇完之後可能會更有興趣，於是更了解，佢唔係取代性，所以好嘅書可以並存，只係能夠我覺得互相可以去增進。咁我諗呢點係第一點去想講啦。第二點咧，我諗雙年獎我想強調，即係其實係冇分任何背景，其實出版社是支持，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出版社，多長多短的歷史，
到最終我諗喺第一屆我最高興嘅就係話，其實就係話有好嘅書，有創意嘅書，其實係最終會拎到出嚟嚇。咁所以呢一點裏邊咧，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去努力嘅不過我自己最後一點想分享就是，其實書都真係一個團隊啦。因為頭先我諗咁多位講者都係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就係講緊其實就真係要作者、編輯、出版社、設計、排版、任甚至印刷、市場推廣合作先得。我哋成日開玩笑講緊就係話，一本成功嘅書或者受注目嘅書咧，要好多好多因素先可以配合。如果你要去唔成功，呢一個因素已經得嘅啦。咁所以咧，其實某個情況其實係一種緣分，但係呢種緣分都係要精心策劃。我覺得今日嚟講即係無論點都好，出版社同埋編輯所以存在，其實都係在於呢種策劃嘅能力。如果呢種嘅策劃能力係讓咗俾人哋，我覺得呢一點裏邊呢個行業或者呢、這個即係崗位，佢嘅價值都係受削弱。咁所以我諗呢度覺得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即係喺呢一度裏邊可以去揣摩。咁雙年獎好匆忙，因為嗰個活動安排各方面，咁就係跟住我哋都希望我哋個年獎透過各位得獎嘅出版社同埋出版人，可以多啲去分享，即係將呢樣嘢去同我哋年青嘅編輯去講多啲嚇。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家似乎真係好忙，好忙，好忙。咩嘢 multitasking， 即係又要賣書，又要聽講座，又要安排講座嚇，咁跟住諸如此類。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係應該有寧靜嘅一面。正如書展係好，我都早幾日都喺一個講座講到好喧鬧，喺個文化大集會。但係其實書展背後邊其實應該寧靜，係一種洗滌。咁我覺得我哋自己作為編輯出版人，其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安靜的時間去想一想，可以怎樣可以做得更加開心，以及做得更加進步。我想先講到這裡，因為我想將時間非常好，非常好，多謝嘉偉兄。特別是做領導那些嘛，即要寧靜，夥計 最喜歡聽這些問題，聽這些個反應嘛，放下假咯，最簡單，一起旅行咯，或者真的一起 去做些生活的一些點滴。Yeah， 當中有哪位有些回應，有沒有？我們很多出版人在這裡。好、oh， OK， 是李先生。因為有時呢好像太喧鬧，好像變成一個超級市場樣呢，即變成我其實我自己即我未來之前我即跟別人聊天其實有一點心傷，因為好像即即 好像我剛才即一來我是去了文具那邊先的，因為我是即我是即我沒什麼點計劃過，但我就覺得即我覺得其實有時真的你要即係靜低落嚟，你先至知道其實本身啲人係佢係真係想揾一本書嘅，咁樣佢哋嚟即係而唔係好喧鬧咁就可以，即係唔係一個 party 咯，我覺得係咯，我自己咁睇。多謝一個真係都係一個好嘅作者，唔係好嘅讀者哦，真係非常好。好，有邊位可以有少少回應嘅呢方面啊？冇係話真係Anita， 因為佢都係節目主持人啊嘛。对、应该是我们今次，因为我都是筹委会之一，我们今次这个奖呢其实给我们真的看到很多是从编辑出版专业里面去评选，所以呢其实我会看到很多作品都是近这两年的出版，他们可能在其他的奖，因為香港還有很多的出版獎或者頒給圖書的獎，他們未必拿獎的，在某一些的即是不同的評選裡面，因為每個評選有他們的準則，是啦，評判團的組成啊，或者在哪一個角度去評選，或者有一些是公眾投票佔一定的比例的等等。但是呢其實今次呢我們看到剛才李先生所說，我們是初選呢都是由編輯出版專業的角度去找出版人去評選，而去到終審的時候呢，中評的時候就是
結合埋兩岸三地添，係咪？一本好嘅書，我哋即係雙年獎係華文出版嘅書啦。呢一個即係第一屆，我哋係舉作品都係中文書嘅出版。咁睇到台灣嘅出版人，其實我哋請嘅台灣出版人都係非常之資深，同埋佢哋嘅出版係非常之優秀。咁內地嘅出版人等等咧，都是針對呢些入選的書嚟再最後的評審咧，我哋更加會看到他哋點樣看一本好的書，在編輯出版角度點樣看一本好的書。所以而家選出嚟嘅咧係作為編輯出版是很鼓舞嘅，因為咧真係好多好的書咧，真係唔係話真係一個作者係啦，即真係純粹一個作者。其實在座咧MCCM 嘅出版的書咧，是我哋好多評審嘅組別裏邊咧，都係佢好優秀好多作品，我都睇到好大開眼界，係啦。咁所以咧，真係咁好即係真係好嘅書喺翻編輯出版角度嚟到係做出評選出嚟，而同其他嘅書獎係真係有唔同嘅角度咧，真係為一班好嘅編輯出版嘅專業人士咧，係一個好好鼓舞咯。係啦，咁所以希望我哋呢個獎嘅意義咧，繼續去傳承啦，繼續去發揚。咁跟住就真係香港更加多優質嘅出版咯，無論係大嘅出版社又好，獨立嘅出版社有幾細規模都好，一人出版社都會出到好多好書。係啦，好多謝 Anita。真係當我哋咁講翻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實在咧我哋都體會到咧上次個情況有幸咧參與其中評審啊，好感動嘅。即係其實整個書業嚟講，喺行家當中，甚至外邊睇咧，睇唔好我哋書業。但係我發覺喺好多嘅作品裏邊咧，都見到編輯對工裏邊咧好用心嗱，並且咧裏邊係要認真到嘅情況咧，令人感動。所以我覺得人心不死，書我哋仍然繼續出啊，請大家繼續買。OK 啊 ，OK， 誒 Rebecca。接住佢寫咗呢個繼續買咧，就我諗我哋坐喺度聽嘅朋友都會好想即刻就揭呢啲書嚟睇，因為有人推薦好書，所以我哋就知訂啦。講緊百幾萬人嚟香港，講緊咁多嘅書，咁啲讀者點樣揾到呢啲好書咧？所以我自己坐喺度聽嘅時候，就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個嘅即係我哋彼此都可以推動一個全民閱讀。咁我哋最近都做咗呢兩年都做調查咧，就係講到香港人其實只有七成人咧，佢每年係讀一本書。咁我哋喺度點止值得讀一本書？其實香港好多書係值得讀。咁我哋都去努力，除咗有人出好書之外咧，我相信我哋都要培養識得有呢個口味嘅讀者。咁最近我哋喺全民閱讀網裏邊咧，都去個 Facebook 裏邊都去推動介紹每一本得獎嘅書。咁所以鼓勵大家咧，都係出一分力嚇。太少時間睇書，太多唔同嘅雜噪音啊！咁我哋點樣將啲優質嘅嘢擺喺我哋優質嘅時間裏邊去睇？咁我呢個係我少少鼓勵。另外，頭先都同我啲朋友傾開嘅時候，我話啊，你又唔係作者，又唔係編輯，你都嚟聽呢一個即係講座，係咪你都好有心出版啊？佢話係啊，咁。咁我問你知唔知點樣去學習做出版？頭先同阿力清姐喺側邊講，我哋都話即係大家好忙啊，呢幾日嘥咗呢個講座。咁其實咧，出版學會亦都有好多訓練嘅，咁所以鼓勵如果好有心想做即係優質出版嘅朋友，其實可以上出版學會嘅網站，就繼續要練成啊嘛。點樣練成一個好嘅編輯或者係作者？多謝 Rebecca。其實真係你想做一個好嘅作者，甚至乎後期咧，你想做一個好嘅一個嘅編輯，再晉升到一個嘅出版人等等咧，係經歷過一個階段，對好多事物嘅認知，對人啊。對人嗰種敏鋭啊，對人故事嗰種更加係覺得你係成為你嘅故事，甚至乎你好想多聽相關嘅故事等等。嗱，啱啱見到有我哋有老記啊 ，Alan 嚟咗啊嘛，佢係收藏家協會嘅副主席，佢有作品嘅，並且咧啱有書我介紹咗，你啱先稍後睇，係我哋一定個個要入呢套書啊。Very good。嗱，其實呢個係一個嘅好大嘅平台。但我就翻翻呢個問題啦，我係生存空間，係嘛？即係不暢銷好書大有其在啊！但係問我點繼續生存？咁特別我留意到呢幾年當中咧，三聯啊，哇，好多動作啊！三聯點知啊？我留意緊你嘅好多動作啊！即係從好多嘅出版之外咧，其實編製嘅嘢係咪想轉型咧，還是係加深讀者嗰個羣眾嗰個接觸？點做法咧？阿 Anne 同我講兩句。呢個
社長叫我講，我個老闆又喺度，所以我哋轉型唔敢講話即係好成功，真係摸索，因為我諗大家都係面對同樣嘅困難，就係你嘅人數又少咗啦，可能你個閱讀人口其實係下降啊，即係睇書嘅人口係，我諗係兩岸三地都共同面對嘅。咁我到底點應對呢？咁其實我哋幾年前都開始去做一啲探索，包括咧就係我哋都不忘我哋嘅主業其實係出版。我哋希望咧就係可能係你嗰個載體改變啫，就唔係話你嗰個知識文化呢樣嘢改變。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我唔係講緊話電子書唔係呢樣，而係話點樣可以由我哋個主業咧就可以延伸到一啲副業咧。咁因為我哋有即係始終喺呢個行裏面都咁耐啦嚇，我哋認識好多作者啦、專家啦。咁其實會唔會係可以做一啲？書以外的東西其實都是推動文化，就是知識這樣。那我們就今年好像是第七年了，我們就做這個文化遊，其實這個是其中一樣，我們其實都是很多是作者來的，就不是本地的文化遊， 是去內地的文化遊，又去日本，又去東南亞。那其實最後結合咧，就有時都會有推下書咁樣嘅嚇。咁又有啲收費嘅課程啦。我諗好多出版社都有做嘅，其實呢、這個我發現係都有啲越嚟越有啲口碑。咁我哋可以去做呢件事。譬如話一啲非書類產品，這個就唔係幾成功啦，因為我覺得嗰個發行係一個問題。即係如果你解決唔到，咁但係因為我哋 display 嘅時候咧，譬如話我哋好多啲漫畫嘅作者啊嘛，咁佢寫完本書，跟住再將佢裡面有啲嘢去做一啲 product 咧，放埋一齊。咁如果係 display 得好咧，其實係帶動埋本書嘅。咁但係無奈真係寸金尺土，未必係個好多出版即係書店都可以即係咁樣放咯嚇。咁所以呢個我哋都係未解決得好。咁我哋又試過做雜誌書，其實佢一啲嘅運作方式咧，又影響到我哋後嚟一啲嘅改變。其實我哋做過幾期 Word 嘅雜誌書，咁其實佢哋咧就係想通過好似雜誌嘅方式啦，即係一個主題，咁又有似書啦嚇。咁佢會聯繫一啲相關嘅一啲機構，可能係攞一啲資助，或者係又當廣告，但係佢可能係佔好少嘅部分。咁其他嘅咧都係一啲原創佢哋想做嘅嘢。咁我覺得佢做咗好似係四期，咁但係得咗兩個大獎，我係好驕傲呢件事嘅嚇。即係雖然個主編後嚟翻號外，佢本嚟係號外嚟嘅。咁我覺得啟發咗我要大，譬如話其中一個係講單車嘅，咁佢同 K11就做咗個展覽，咁佢想宣揚嗰啲環保意識嘅，就係啲單車咧後邊咧就整支盆栽，咁就周到香港喺度行。咁啊 K11個老闆就好有興趣，將裡面其中一啲嘅內容咧就整咗個 booklet， 即係我諗係幾十頁咁樣。咁啊，俾咗啲資源佢哋，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啟發我好大嘅，即係佢哋係呢種運作。咁跟住我哋就都比較擴大，係同機構啊或者係一啲基金嘅合作，都係由 Word 開始嘅。咁我哋同阿新世界，我哋接咗佢啲 project， 就幫佢做一啲策劃。譬如話，我其實八月咧，我就要帶啲小組族裔去西安遊學團。咁啊，我哋去幫佢做策劃啦，又做過啲藝術欣賞，係俾啲幼稚園同埋小學。咁亦都因為咁咧，我哋又開展咗一個認知障礙嘅一個 program， 就點樣幫佢哋一個日本嘅一個認知障礙。佢哋其實派咗兩次嘅專家嚟同我哋上課，俾咗無私地下，因為當然我有保密協議啦，就俾咗佢啲材料去點樣去教，同埋俾呢啲 activities。咁我哋要將佢譯做中文，然之後將佢落地，即係成件事嗰個轉化係我哋幫佢做。咁呢個都係一個轉型嘅。咁仲有咧，我覺得而家未來我哋會繼續即係嘗試咧，就係主動做一啲策劃啦，就係、是。不是受雇於一些基金或者機構，而是自己想。譬如說最近都是即因緣巧合，即跟陳美玲博士都是有很好的合作關係。那他呢就
就覺得零歲到三歲咧，照顧者或者家長咧係要上堂嘅，因為佢覺得好重要，即係呢個學前嘅。咁佢會策劃十二堂課，我哋就要主動去推。咁可能同一啲教會啦，或者係一啲社區組織 NGO， 我哋去做呢啲事。咁包括咧就係我哋要主動去聯絡啲基金，可能點樣去推中國歷史文化去學校。咁呢類嘅 planning 啦，即係我覺得譬如點樣用 MyCow 學歷史，即係其實我哋都係與時俱進，希望唔係就係做一本書，而係通過呢本書跟住佢有後續嘅一啲服務，或者我哋係咪做啲教材套商周或者乜嘢，即係認識中華文化等等。咁呢啲都係我哋轉型，而希望即係可以擴闊我哋，即係等於話香港政府嘅税基唔好咁窄，即係我哋嘅收入，我哋嘅出版嘅收入唔好淨係賣書，其實我哋係擴闊緊嘅。咁即係如果第時有機會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多謝 Anna 嗱，佢將我整個出版嗰個嘅平面化，咁真係印刷出版咧，將佢已經立體，並且係多元化嘅發展。他說的每個項目我都有興趣，背後來說是生機無限，並且裡面是擴闊了將我們那個牆壁繼續伸展，去到民間，去到政府，去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領域裡面都做到事，包括了是跨越文化，香港，甚至乎現在我講的國家講的是一帶一路嘛，全部可以做到的，這個 pattern 是不是？就帶他走吧。其實很多文化東西在當中是互相學習，是互動的，這個就是一個無限的空間來的。 Very good， 真的香港是很多資源，我們怎樣去利用，特別是的歐香港特色，我想 Mary 最厲害的了，的歐香港是很多元文化的特色，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做完一個黃慧芬嗰、那個即係佢係做少數族裔嘅一個融樂會嗰個創辦人，做完佢本自傳，話磚頭咁厚。其實跟住我哋好多 program 可以做嘅，即係唔單止係少數族裔要認識我哋中國文化，佢要 localize 係瞭解我哋。我哋其實應該要認識佢，我哋有咁多呢啲文化嘅一啲養分。其實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一個特質來的嘛，我要做一些書去認識他們，就是這個就是。相當多的啟發在這裡，真的。Mary， 我相信你本身真的是有心人，並且當中有這麼多做法，你知道你這些是打去是國際視野的，不只是香港嘛，是吧？ Bilingual 嘛，是吧？很多 Frankfurt 你見到他。是啊，是啊，沒錯，說兩句 Frankfurt 的經驗。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係做雙語咧，亦都係因為我哋做嘅書嗰、那個那個 genre 啦嚇，嗰個別類咧，係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如果以一個叫做大眾嘅 market 嚟講咧，我哋比較窄嘅嚇。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原因咧，就係好似剛才阿李安講，其實我哋生長嘅環境咧，我哋長大嘅環境咧，基本上好多元化嘅嚇，根本都唔係純華文華語嘅嚇。我哋即係細個嗰陣時嘅長大教育嘅背景咧，基本上係唔止咁，唔係咁單一嘅嚇。咁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啦，這個背景啦。咁亦都即係我就一開始，我哋一開始做書嘅時候咧，其實做咗頭兩三本書咧，我就即刻要帶出去。即係我係好想帶出去，我覺得我哋唔應該限制自己淨係喺香港嘅。我想問你啊，你一路係之前已經諗緊做啲書帶出去啊，還是一路做一路諗到嘅？兩個分別不同嘅喎，係冇錯。其實我喺一開始嘅時候咧，係頭嗰幾本出版物咧都係英語嘅嚇。咁我一開始做嗰、那個 genre 咧係做illustrated fiction 嘅，咁佢係英語開始先。咁當然點解會英語開始先？點解會係呢個別類咧？我相信即係呢係好因緣際遇嘅嚇。咁我就咁樣開始先，開始咗，咁我覺得，咦？呢一本書，呢一 set 書喺香港個市場會係比較細啲啦，同埋咧，當時嘅香港咧，其實都好似剛才講，就係好
好嘈嘅嚇。你因為我哋當時做嗰 set 書咧係比較靜態嘅。咁喺咁嘈嘅環境，點樣令到人哋知道我哋做緊呢啲書咧？咁嚇，咁亦都因為佢係原先係一個英語嘅medium 啦，咁所以亦好自然地我就會帶出去。亦都當時我哋係做咗一兩本嘅設計書嚇。咁啊，點解由個 illustrative fiction 又做咗個設計嘅書咧？呢個書種咧，咁亦都係因為我哋個作者本身咧，亦佢本身個背景咧，就唔係單單係畫畫啦，或者寫字嘅，寫文字嘅，係佢做好多設計嘅。之前從一啲藝團啊做好多設計，咁變咗咧，佢亦都好容易喺個圈子亦都有人認識佢嚇。咁所以就形成咗我哋一開始就係點解會有啲設計，亦都有啲嘅圖文嘅書嚇。咁我由2003年開始咧，我就用咗我背景咧，我個背景咧就覺得對即係一本書個marketing應該點做咧，個distribution嘅點做咧，咁我就用咗我嘅直覺咧，就拎咗出去呢個 Frankfurt Book Fair。咁所以我先後都參加咗成七八年嘅，咁亦都好好彩有一年咧就呢個 Frankfurt Book Fair 嗰個當時 international director 啦，咁而家佢係 vice president 嘅。咁佢都邀請咗我哋去咗一個叫 Abu Dhabi Book Fair 嘅，咁佢係資助咗我哋去，咁俾咗一個好大、好當眼嘅位置嚇。咁其實係我哋唯一一個喺香港去嘅，咁當時應該係2009年啦。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Frankfurt Book Fair 咧，佢哋都幫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嘅 Book Fair 咧去 set up 佢哋嘅。嘅書展嘅，咁我哋嗰年咧都得到好好嘅支持嘅。咁我自己本身都喺2004年、2005年咧，咁亦都佢都即係支持咗我做一個 fellowship program。咁所以咧亦都好有幸咧去 visit 咗佢哋嘅一啲嘅唔同嘅出版社，係不同類型嘅出版社，同仲有咧佢哋嘅 distribution centre。咁我對佢哋做呢個 distribution centre 呢件事咧，係其實好 impressive 嘅。咁我都當時咧都喺度諗緊啊，如果我哋香港，其實香港如果講個地理環境，佢唔係大，咁又咁即係其實呢個翻去另外一個我哋經常遇到一個問題，亦都我覺得而呢個嘅問題咧係影響咗我哋嘅一種發展嘅。尤其是一些 small presses 的發展的，就是說好，我們做了一本書，做了一本書出來，那你做，你知道 marketing and sales 兩樣東西一定要配合的，那當然 marketing 有 marketing 做， sales 是怎樣反應，是可能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故事，但是如果你沒有了這種配合的話，根本呢你前面的功夫是前功盡廢的。其實在香港其實是否可以有一些東西可以做得到整個 system 和整個 mechanism 可以令到呢我們做這個書 的分流，或者是讀者可以有機會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見到這本書呢？因為我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自己由一個獨立 的小型的團體開始的時候，我們幾乎是 file hands on everything， 即是樣樣都要做的。我們早年呢都在這個藝術中心呢都是即處理過做過一個書店，差不多都接近6年的了。我們也都看到和看到個讀者反應，直接反應，還有我們都會 test out 很多東西，譬如說我們的書咦沒有理由在其他地方擺得一個禮拜就已經要收回起的了，說沒有人買不行的，那是不是真的呢？這個我們都 test 過我咁唔係喎，我哋擺個喺一個當眼嘅位咧，就自然會有人拎嚇。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書店或者無論任何嘢咧，你真係要需即係你係需要有過程，你先睇到個反應。所謂反應咧，
我哋喺藝術中心做咗六年嘅書店咧，我哋走嘅時候，其實咧嗰之後嗰年有好多人咧問翻，咦喺邊度揾到你啲書？呢一個反應，這個 customer 嘅反應 ，readers 嘅反應，唔係單止係香港，因為可能我哋即係都係做好多唔同嘅雙語啊，或者其他語言嘅。咁亦都有啲外國嘅人士，或者係一啲路過嘅東南亞或者歐洲嘅，咁佢哋知道嗰度有間書店。他們知道那裡找到你們的書，他們會回來，他們會問，他們會 email 問。在我們做書店的時候，我們都有一件事，就是說有一些比較叫做小眾一點的 genre， 譬如 performing arts， 即是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甚至乎好像一些 small presses， 我們盡量給他們一些空間。咁即一般嘅書店可能係擺喺最尾唔多眼嘅位咧，我就擺喺第一個最多眼嘅位。咁我就係咁樣去 test out 個反應，個反應出嚟咧，其實係有人買書嘅，其實有人揾呢一類型嘅書嘅。所以其實個 exposure 咧係非常重要嘅，對一本書嚟講嗰個 exposure。好似我哋而家最近由舊年咧，我哋亦都幫有一間嘅即係酒店啦，係做 curating 嘅，即係書店嘅 curating 嘅。咁我哋亦都係介紹咗引入咗一啲嘅 small presses， 譬如有啲做先嘅 small presses 嘅佢哋嘅書。咁啊，係真係有人買過，所以只不過需要有一個位係啱，有個少少當眼，佢唔需要喺正宗，但係佢需要有個位喺度。嗱 ，Mary， 你話咩獨立咩唔獨立都好啦。喺你係 good try 係咪？有好多嘅嘗試啊，捉到啲位等等。咁原本想問阿郭華興嘅，但係正話已經舉咗牌啦。喂，我頭先有人問我點解講咁長時間咁，不知不覺就到夠鐘喎。因為咁樣，喂，其實好多人我想問嘅，即係出版係一門藝術啊嘛，綜合藝術就一將功成萬編夫啊！我編咩編輯啊嘛？即係總編嗰啲啦，係嘛？背後實在真係需要好多人嘅物力嘅，後邊支持 support。你而家當中咧係有心人，否則咧真係寸步難行。咁今日好喎，我哋幾位所講嘅咧係啟發咗我哋好多。阿 Annie 咪仲想講乜嘢㗎？你 OK？ 唔係，因為我哋言猶不盡嘅。嗱，我知郭華興啦，華興一分鐘。因為我咧都覺得咧，就書咧就係唔係一個平面嚟嘅。我成日都同 Rebecca 講，書係個立體嘅。所以我咧就你見我哋個書展嘅裏邊咧，擺放啲植物啊，成日係一個 crossover 嚟嘅。我哋而家鼓勵緊有啲咧，譬如喺小説嘅，佢會出埋漫畫啦。漫畫之外咧，仲有啲文創嘅產品啦。咁因為書唔係你話咧，淨係睇個內容。其實內容咧，如果你睇日本嘅宮崎駿嘅漫畫，佢除咗漫畫之外有小説。點解我哋中文書裏邊咧衍生唔到咁多嘢咧？只不過我哋係停留咗喺我哋局限喺我哋個框框裏邊。哦，原來你走出一步，原來可能文創產品，譬如我哋而家同一間文具公司合作，原來我哋大家都互相可以合作，佢可能出啲和紙嘅產品，原來我哋做一啲手工書都啱佢嘅，或者係可能咧嗰個小説，原來做漫畫之外咧，仲可以拍舞台劇嘅，做舞台劇嘅。咁舞台劇之外咧，如果係佢個創作好啲嘅，可能做咗電影嘅，可以賣版權嘅。所以書唔係一個平面，係個立體嘅。只不過我哋喺我哋個框框裏邊跳唔開，所以感覺上，書可能做完呢樣嘢，咁就完咗啦。其實件事未完噶，只不過你冇不斷咧，要引入其他嘅元素入嚟，至可以令到佢壯大。但華文書好多時咧，就只係停留一個層面裏邊，冇做到其他嘢。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地方開發嘅，可以補充翻呢個市場嘅。大家努力啊！多謝。雖然短短幾句係嘛，係咪 highlight 咗我哋個問題所在？並且咧，我哋可以喺呢邊仲仍然有好大嘅開發啟創嘅空間，對唔對啊？喺度啊，不正話剛才 Rebecca 提到咧，原來讀者群咧係我哋最需要爭取嘅對象。點樣去俾佢哋睇到係嘛？亦都係當中有咩嘅題材，並且讓佢哋生活化，即係閱讀生活化、生活閱讀化係嘛？唔單係旅遊啊！小弟嗰個某個地方洗手的地方啊，我有書架噶，係啊，有時候啲心之所在咧，某啲書要掹起上嚟就要讀噶啦嘛，係咪？咁所以係整個生活裏邊，我需要閱讀，
但係當背後我哋好多謝一班嘅出版人。嗱，當中如果你係編輯啊，係出版啲高層啊，係咪等等咧，我喺度先向你致敬。並且我哋繼續需要努力，需要努力嚇。其實我想揾阿 Sherry 講嘢㗎，不過我留翻下一場，下一場嚇、啊。好喺度我哋時間所限啦，係咪？我到呢度為止好嘛？我多謝幾位啱啱同你分享嘅，多謝多謝。